舍利弗，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余圣，唯一佛圣。啊，这经文说舍利弗啊，啊，再强调一次啊，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你要一心信解受持我现在所讲的诸佛如来，不是我讲而已哈，所有的诸佛如来而已，言无虚妄，没有一个是讲虚妄的，无有余圣，唯一佛圣，啊，没有别的了，佛没有别的目的，唯一佛圣，啊，那好，即使是好要我们去顶礼啊，顶礼佛啊，或是要我们哈，啊，在啊寺院里面哈，啊，或是三宝的场所啊，怎么样子的修福修慧，这个呢都是啊扫扫地啊，或是做什么，这个都是让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种善根福的因缘啊，善根福的因缘，让我们能够最后啊可以成佛。所以唯一目的唯一佛圣啊，唯一的目的唯一佛圣。有人来到，常常有人来到寺庙里啊，我都会劝他说，你赶快去厨房啊，啊，赶快去厨房啊，这个是所有的人来我都会同样的劝啊，说你赶快去厨房啊，厨房啊，你不要看这厨房是所有的寺庙运作啊，你唯一什么福都修到的地方，什么福都修到的。你所煮的每样东西，不是只有常住众几个吃呢，你是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然后那个所有的修行的这个有形无形，啊，来到寺庙来参加法会的，都吃到你煮的，都吃到你煮的。好，你想那个功德多大，你结善缘在这里结哦，那是最殊胜的了。好，最殊胜。上次我有时候跟你讲，广净老和尚在往生前好像前几天而已哦，前几天哦，大概不出七八天，他还在成年禅寺。他从成年禅寺离开的那一天哈，离开的那一天，准备要走的那一天，那一天呢，有一个老菩萨跪在这个广净老和尚前面，跟老和尚求说，师父我要出家，结果老和尚就跟他挥一挥手说，你来不及啦，他说20年前就叫你要出家了，因为他那个老菩萨20年前那个广净老和尚就叫他出家了，因为这个老菩萨的儿子啊，儿子我认识啊，这儿子我认识，这是他儿子跟我讲的，讲他妈妈的故事，说他妈妈在广净老和尚的厨房发心20年哦，好，20年，20年前广老就跟他讲，你要出家，结果那个他就一直啊，好像都没有下定决心啊，但是在厨房也一直发心，好，那他就结果在广老都要离开的那一天啊，因为过几天他就要念，就要圆寂了。因为广老受戒以后，受戒前就是讲了，就说他要圆寂了，这是他要受给大家受三难大戒啊。那一年不是妙通寺受三难大戒，然后受完他就要圆寂了。好，那受完之后他就回北部成年禅寺住了一小段，那要回去的那一天只剩几天，过几天他就要圆寂了。就那一天就老菩萨求他出家，老和尚怎么可能帮他出，给他剃度？啊，因为在中国剃度都要什么都要具足啊，敲钟打鼓啊，什么仪式都要准备好，啊，没有那么快就。他说你来不及啦，我啊，那个菩萨跪在地上哭，啊，哭啊，所以那缘分哈，很难那个。但是广老就讲了一句话，啊，江乐讲说，他说你在这里修哈，啊，才是真修，在菩他讲。指的厨房，他就指的其他所有的老菩萨啊，他说这个才是真修。他最赞叹的就是厨房，可是这个只有中国佛法比较有呢。中国佛法比较有，你到泰国没有呢，泰国没厨房的问题呢，
有一次有一个道友哈，我的师兄弟，有个道友他去泰国，托钵啊，在那里住了半年回来，他好高兴，他说泰国没厨房问题，跟我讲，他很高兴，他说泰国没厨房问题，他当然没厨房问题啊，每天出去托钵回来就没有厨房问题了。好，那我就笑一笑了，我就笑一笑。虽然没处方问题，我在心里这样想了。虽然没处方问题啊，但是你就是我们的善根福德，就少了一个大机会去修啊，你就少了一个这个机会去修，很可惜呀，很可惜呀，出不了大菩萨了，只能出小修行人了，但出不了大菩萨了，生不出一个大菩萨了。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一套丛林制度，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可是现在不是很多人他有办法能够常常能够这样子去做。所以广钦老和尚他就指的那个厨房里面所有的人说，这样才是真的在修行，啊，不要乱跑了，在厨房里待好就好了。那个厨房煮酒的人啊，我自己都感觉得到，在厨房煮酒的人，他那个福德修得之快很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那个人的脸相整个精气神他整个身心的那个感觉都在转，一直在转，转的是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快。这个是光老他老人家的开示，还好这个老菩萨还待在那边，在老菩萨这个在这个厨房里待那么久，待那么久，那未来生中他跟广老还是会有缘的啦，也会造。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办法供养无量诸佛，在厨房里就等于供养无量诸佛了，在厨房里，你煮出来的饭，你每一定都是供养。每天，如果你正法的道场，每天五堂功课都做的正法道场哈，你早斋午斋，早斋哈午斋，早课晚课蒙山施食这个五堂功课，正法道场，你再怎么样子放逸懈怠，五堂功课都做哈，整个道场的功德力就起来了，他对世间的运转的那个化世间的业力的那个力量就转动了。所以寺庙非常的重要，但是以前的人不知道寺庙多重要，他都不知道寺庙多重要。寺庙他因为他的那个五堂功课，每天来来去去的护法善神，来来去去的一些不光是晚上的皈依，你诸佛菩萨也会推动一些有形的或无形的众生也会来皈依啊，蒙山施食啊，你施食帮助周遭多少的众生啊？那你固定的共修、固定的运作，还有讲法嘞，还有法的那个传播，这个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孤魂野鬼，很多各方面。各种层面几乎都照顾到了，几乎都照顾到了，但是这对这世界的帮助超过太大的了。我讲正有用心在运作的道场就是五堂功课都有做的道场这个是跟大家一起互相的共勉。可是很多人他很难想，他想象不出来这个有什么特别。所以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很可惜啦，很多寺庙被充当学堂，呵呵，就把它当学校啊，做学校那个庙产都被弄得很不好，很可惜很可惜。这个是也是大家的共业。好，我们继续看下面。我们去看下面的经文。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所寄言，现在重新用颂偈来讲。比丘比丘尼有怀疑真上慢优婆塞我慢优婆夷不信，如是四众等七数有五千，不自见其过，于界有缺漏，或习其瑕疵四小字溢出，众中之昭康佛威德过去，斯人显福德不堪受施法，此众无知业，唯有诸真实。这个把前面的啊，这个这是啊寄送，寄送是把前面的常形再重新啊整理，用寄送的形式再讲一遍。好，就是说比丘比丘尼有怀真上慢优婆塞我慢优婆夷不信，这些人呢大概有五千个人，这四众弟子有五千个人，他不自见其过，于界有缺漏，就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看不到于界还有缺漏，而且有过失的话还会护习其瑕疵，是小智一出，就是他离开的话因为他的智慧这个称为小智，就是他们智慧有限也佛的威德佛的威德就让他离开，众中之昭康意思是他会害到大众，也会害到他自己，所以呢佛的威德让他离开让他离开。这个不自见其过不自见其过或是护习其瑕疵，你看在佛陀那个时候就有这么多人这样了五千人就有这么 也是不少人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失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看不到自己过失的人我们要悲悯心，不要怪他不要怪他，不用什么怪他，因为大家都曾经都有这些过程，我们要有一点耐心方便善巧的劝说给他引导，给他劝说，还说你不要这样这个经典上记载不能这样，慢慢的给他种一点种子，如果他会护习其瑕疵他会会保护自己可能就也会硬说他自己是对，这样也没关系，但是你给他建议的就给他心里种个种子他未来会慢慢想未来他会慢慢再想一下想一下想一下，这是好的，但是你也不用到怎么很好像很我们就是一个善行平常行，跟他一个诚心的建议然后也要有个悲悯心有悲悯心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对立就会消除，有悲悯心悲心一起来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对立就消除了可能他跟我们有对立，可是我们跟他不会有对立那就消除了这个对立的感觉那我们就会可能会发自诚心的慢慢跟他建议你不能这样不能怎样以法上来跟他勉励。斯人显福德这些五千人福德不够，不堪受施法，此众无知业，唯有诸真实。现在整个讲法华经的大众就只有很真实的一些大众没有那个糟糠都离开了。这个不堪受施法其实我们要给自己勉励给自己勉励，要多深入经藏才有办法去了解眼前这个东西是可贵的，你才有智慧之眼去看出什么是珍贵的东西，什么是珍贵，什么是不珍贵，你才有智慧之眼在你的人生当中
我们深入经藏，很诚心去深入，然后很谦虚的去学习，我们就慢慢那个智慧会越来越清楚，你会明辨出哪样东西是可贵的，好，哪样东西我们不需要那么去花时间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智慧。你把你的把我们的时间精力要投对地方啊。上次我们就是讲了一个，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我们现在投的精这个心血，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啊快乐嘛，啊希望快乐嘛，可是那希望不要有苦嘛，可是我们让我们苦的最大因素就是业力啊，还有哪个业，还有哪个是我们最大的让我们痛苦的最大因素就是我们的业啊，可是我们忙的都是跟宵夜比较没关系的，我们都是忙一些跟宵夜没关系的，这个我们上次就是啊比较特别提到这个。所以当我们哈、慢慢的去很谦虚的在佛的智慧的大这个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哈、越来越学习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渐渐培养出我们对红尘当中很多事情你要有智慧去判断哪个是重要哪个是不重要，好，出世间所有的法你要把时间花在哪里比较好，好，让我们的路哈、走得扎扎实实，啊，有些不该走的就不用走了，好，就不用走了。好，今天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看一下小字，啊，这小字有的不错，啊。上慢真上慢，我慢不信，四众弟子通有，啊，但出家二众因修道得禅，谬为自己正胜果，一起真上慢，就是得到禅定，啊，得到禅定，这是指定而已哈，得到禅定的很容易起真上慢，啊，在家难众，美金高自大，一起我慢。在家女众智慧较浅，多着事相，并无己见，但随众人不信深妙法。不过现在的女众哈、有很多用功的也不错，看到很多女众啊，蛮用心的，蛮用心的。好，所以这个佛陀他有讲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像女众的学佛会越来越多，而且很多还蛮用功的，好，还蛮用功的。所以颂文总举如是四种，其数有五千，皆退席之人，不自见其过。啊，上慢我慢即不信复心，这就是过失。啊，所以最大这个过失是算比较微细，真上慢我慢跟不相信、怀疑啦，啊，会盖住我们的心。啊，所以我慢如山高啊。这个我慢哦，像山一样那么高，啊，是很这个过失啊，常常不容易看到的。啊，不能自己反省是无禅人也，若自见过，便是有修之佛弟子了。啊，于戒有缺漏，啊，戒律啊，律于戒有失明缺。定共戒、道共戒有失明动，好，定共戒、道共戒，律仪戒就是我们受的这个戒啊，我们啊杀盗淫妄啊各种戒啊，这个是律仪戒。啊，定共戒、道共戒，定共戒是在禅定啊，如果你出禅，你扶住烦恼，你就不会违反这个戒了。啊，这个就是啊定共戒。那道共戒是你要开悟圣者证悟的，他自然就守住了。为什么？因为他就已经证悟了，他不会再去违反这个因果了。好，所以叫道共戒。
无定道戒故，内起恶觉。如果没有定功戒、道功戒，你内起恶觉，恶的心态、恶的念头，如欲内有瑕，有瑕疵，欲里面有瑕疵，缺利于戒故，身口违律，如欲外有痴，这个是缺利于戒，身口违背这个律，况且负罪不知发漏，故名护习其瑕疵。有些人违犯了他不知道发怒忏悔，那么这里也是护习他的瑕疵。戒为度生死海之宝法，若法有缺漏，则必沉没于生死海中。所以《大智度论》就列十种戒中，便有不缺不穿不破等戒，这是形容啊，这个戒不缺失，不缺失，不穿破，不破，等这个戒，这个是指形容这个戒。我们是持戒，形容我们有这种心态，有这个以这个心态来持这个戒。欲了生死，悉闻妙法，皆当一心持境界。如果我们要了这个生死，我们要闻这个妙法，就到一心持这个境界。好，讲到这个戒这个很重要的是戒体，受持戒的戒体，戒体要有。而我们这个受戒的时候，我们用心的观想，我们用心的诚心求戒，然后受这个戒，我们自然就有个戒体。好，那这个戒体，它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很大的，我们这个成佛的一个根本。它会随着我们去意念这个戒体会越来越稳固，会越来越稳固。南山律在家贝南道宣律主他就一直强调这个戒律的重要，强调这个戒体的重要，所以光是为了戒体就分析的很多这个戒体光戒体两个字它等于是让我们成佛之根基之根本，成佛的根本都在持这个戒。我们不要怕自己没有戒体你只要有心想持戒就是有，就有，有心想持戒，你受了戒，你很慎重的面对这个戒，你就是表示你这个有这个戒体，你要起这个慎重心，然后起这个战战兢兢的心来持这个戒，一定要战战兢兢战战兢兢的心来持这个戒律，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唯有持戒才能够转我们的业那个是正道，唯有持戒才能转我们的业，持戒就等于是改了我们一些习气嘛，你习气改了，当然业就转了，本来你该要遇到的困，该要遇到的业该来了比如说不偷盗你本来有一些诱惑有一些诱惑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因为持戒的关系我们就断掉了，我们就不要去做杀盗淫妄都是这样你一旦戒一持起来，原有的一些习惯就马上断掉，恶习惯不好的会违犯杀盗淫妄的马上断了，那你的业难道不转吗？一定转吗这一定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概念所以戒是度生死海之宝法。我们再看倒数第五行，小智者未得三圣有学无学智，仅有世间的聪明，忘记有漏以为无漏，故名小智。这个是只有世间的聪明只有世间的聪明。
们看下面，糟糠者，酒渣越糟，骨皮越糠，指真上慢人。啊，未有无漏禅定之论，但有世间未禅，故如糟。未有出世般若会，但有文字之解，循行数末而不知其中要旨，故如糠。刚刚有讲哈，这个禅定，你有这世间的禅定哈，但是很容易以为我们证悟的。啊，有出世间的般若慧，但有文字之解。啊，但是都是数他家之珍宝，数别人家里的宝，我们没有去证悟，啊，这样子也是不行。啊，又糟糠辟其无大忌，枝叶辟其非好器，器不堪用。好，这个样子的人都是不是栋梁之材，也不是应激的大根器机之人，啊，也并不是好器，啊，也并不是好器。其实哈，我们用人哈，很有能力，很有能力的人，他又很忠心耿耿，又很谦卑、温良恭俭让，这是人中所稀有的，非常少，非常非常少。好，那我们大部分碰到都是平庸之人。好，那平庸之人其实是非常好的，啊，反倒是非常好。很多人他是很忠心，可是呢，他不会害你，啊，不会害你，但是就老老实实的。你反倒这样子，啊，你要跟他好好的做朋友，啊，好好的，好，啊，跟他就是，可能最后救你的是他，好，啊，但是你不见得喜欢他哦，因为他可能有一些习气啊，对不对？好，啊，有一些个性啊，你不见得喜欢他，可是他老老实实的。啊，他不见得做事很勤快呀，啊，不是，不见得做事正好如你意呀，啊。他有他的一种啊那种个性习惯，好，啊，可是只要这人善良，哈，啊，老老实实的，这个才是重要，这个才是重要。这种人哈，啊，反倒比较好证悟，比较好可以得可以开悟啊。以前很多祖师他喜欢这种弟子，因为这种弟子。这种弟子哈，你教他怎么教，他就老老实实怎么做，就不会弯弯翘翘啊，他就给你很实实在在，就一直给你用功下去了，啊，就按照你所指的路，他就啊就这样子用功了。他虽然有很多的障碍哈，啊，但这个障碍没有关系啊，这个障碍慢慢的你随着用功哈，啊，都可以解决啊，而且。有障碍其实也无所谓啊，因为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横超三界，我们干嘛要你在人世间要玩什么游戏啊？那我也不用什么去要大富大贵、大名大利，也不用啊。我们好好的到极乐世界好修就好了。你我们有很多障碍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凭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无逆重罪起大忏悔，他都愿意救了。何况我们这样子的人，对不对？好，所以一个学佛的人哈，他一开始，他在他的人生当中，一定要第一件学习什么呢？就是改变他周遭的人事应对态度。有一些你讨厌的人，你要慢慢的去了解了解他，不要去讨厌他。如果这个人是善良的，我们没有必要啊。去讨厌他，但又跟你又很有缘，可能很多是讨厌的人跟我们就是很有缘，那可是他又是很善良，你这时候你要用心去关心关心他，好，关心关心他，好，这个很重要，好，这个很重要。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好，大众有什么问题？哦，对不起啊，因为我最近这个感冒，上礼拜的感冒到现在还没好。
哦，弄，我现在头昏昏的，整个人昏昏的，啊，请说，哎。哎，你再说一次，刚刚那个，哎。万里长空，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他这个字句我还联想不出来，但万古，古是深谷的谷子，古人的谷啊，长空。长是，他这个是经典上的嘛，我可能很抱歉啊，这一点我就不知道，我没办法了，我。可没有接触到这个了，很惭愧，很抱歉，吕洞宾，我就不知道，但是我是看到这个记载，看到有看到一次这个记载，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雷击的事情呢？但是吕洞宾其实他跟佛教之间有很多互动，很有意思，有很多一些故事，尤其跟那个普安祖师，跟普安祖师之间有很多互动也很好。普安祖师因为他也是很特立独行啊，也很特殊的一位祖师，他也写很多艺人很多。特殊的那种，那种神通啊，显义所以他在我们的祖师当中是很特殊的，也会感召一些其他道家的人来跟他拜访拜访，吕洞宾跟那个王重阳王重阳下面不是有七曾子吗？这道家不是七曾子吗？其实他们有很多修行的故事。他们在道家是吃苦耐劳，他们是修也是，他们修行的过程也是非常吃苦的，但是各位我真的诚心讲一句话：佛道真的不是本一家。很多人认为佛道本一家，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差天差地远。你光空性就。那个佛讲的是十方法界，十方法界，你道只有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在这个世界里，这个差的天差地远，它的空间就，一个有解脱，一个没解脱一个有证完全的证悟的，这是指证悟哦，但是道家因为他是成天，他会以为自己。会，他有点类似这个广信老和尚，在他开示录有讲到，说我们要对道家那种很高的修行呢，要有一种尊敬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有点类似罗汉体的，所以叫什么大罗金仙他那个那种，他的确修道很，如果按照世间禅定，他是很高的，他是非常高的，所以有点类似罗汉体的东西。可是呢，他跟我们佛教是不同的，他没有证空性。不是罗汉，毕竟还不是罗汉，他只有相似，跟罗汉几乎很像的，有一种体这是广信老和尚开示录有顺带提到这一点，这是个广老讲的，他说对这方面的人，我们要有一份恭敬心，也要他们也很难得的啦，但毕竟不是佛，不，毕竟不是佛教，跟我们还是，我们毕竟他还是外道。还是外道，它是不共，
我们跟外道不共的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不共，空性缘起性空这个道理不共，啊，这一定要分清楚，啊，这要分清楚。可是我们要对他们修行的要有份恭敬心，啊，要有份恭敬心，大家啊，但是我们在道理上，啊，道理上要互相的，要一定要抉择清楚哈，啊，要抉择清楚，是不同的，嗯。好，大家要好好的用功哈，不要像我业障很重啊，拖这个身体，哎，这个大家要好好的种善因，才会有善果。好，请合掌。啊，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慎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啊，那个，我再强调一次哈，刚刚讲了，我们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沮丧哈，我们自己障碍很重，其实障碍很重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南无阿弥陀佛，这它就是让我们横超三界啊，好，就是我们就是依着这佛号得生净土嘛。那我们障碍很重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只要无所求啊，啊，如果房子不好，我们不要求房子嘛，就随缘住嘛，好啊，钱财不多，我们不用求啊，过得去一顿饭就好啊，啊，一个地方可以睡觉就好啊，啊，那这样不就很好了嘛？好，到极乐世界去，你是比谁都殊胜的，比谁都殊胜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太去挂碍我们现在眼前的业力，啊，眼前业力我们有一份忏悔心、惭愧心，好，然后我们在还活着的时候多修福修慧，啊，那但是不要再就是这个人世间怎么样，一切不重要，我们只要尽力修福修慧就好了。那能够得到什么，那些都不重要啊，啊，都不是很重要，要这份出离心。出离心啊，啊，哎，要有这样子一个心，我们在做起事情来的话，就会无所畏，不会怕，无所畏，因为我无所求啊，所以就无所畏啊。你会求，你才会怕嘛。好啊，你现在不怕，我们没有要求什么，我只是诚心，哎，做个义工，我诚心怎么样，哎，这样就好了啊。至于你会不会感恩我啊，会不会什么，或是我未来会不会得到什么？啊，事业会不会顺利？什么这个都不重要了，啊，这一切都万般都是因果，逃不出因果，啊，逃不出因果。那我们好好的把这句佛号好的念好，那是最幸福的，哎，最幸福的。好，下课。